各位贵宾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中秋镇文化神佛园区。一年文化神佛园区都在龙潭龙岩路的边上，第一栋三号馆哈，哈，多么一天个一只个技术，比如讲给他亲戚啦，给他朋友啦，对他的感受。五号楼七号馆第八度来介绍本太家底的吼，就讲中秋真情上，伫写到33年嘅时间来写嘅创作。三栋就九号楼、十一号馆哦。等第八度呢，就按钟秀珍写作的书作，哈、哦，有书作，还过去黑的微缩的房间，哈、哦，还有文友社啊、哦，文友社，众多的文学家，太大文学家，其中北到南全部就是去了，太大哎，来中南郊。做店主伫百度遐专门出钟秀珍先生有喷不同的时间，个创作就会用多改变啥，还改变一只青苔广场吼，遐叫做文友广场。钟秀珍也喷一天个课程里头文化交流啊，或者是讲物个发表会里头哈。我想说，我本来对古老就日式建筑很喜欢，所以我就趁着休假就来这里参观。非常清幽，然后留下日治时代的建筑，来这边可以吸收到感受到当时的文化的影响。然后里面的摆设，然后展示的文学作品，我觉得很棒，尤其像鲁冰花，我们以前看过。然后钟老先生的一些作品，我们又想说，想要再去了解他，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哦，我参观完后，因为本来我自己也很爱看小说，所以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他的书，尤其是《鲁冰花》，我看了两次都会掉眼泪。有拍成电影《鲁冰花》，啊，《鲁冰花》就是我们客家民族的母亲花，然后拍片的现场就在。三洽水那边拍的吧，对。阿什么太家按10万我来到了咯。哈，家来了，拜拜。